大猩猩，大猩猩，兄弟们，他们在吃树药啊，树药有什么好吃的？我们给他们准备了7个香蕉啊，来驯服一下。来来来，给你吃香蕉。哎，得扔给他对吧？哎，你看，在吃香蕉啊。我们来驯服两只大猩猩，把它带进我们的生物乐园里边。这个大猩猩是一个中立的生物，只要其他的动物不打它们，它们就不会主动攻击其他的动物。所以说现在没有拴绳，也可以把它放进这个生物乐园里边。哇，这么难驯服吗？我哎，好，驯服了一个大猩猩啊，两个大猩猩全部都驯服完了。先让他们坐在这边等我们啊。除了大猩猩之外，咱们还要驯服一下卷尾猴，因为他们全部都是一个丛林里边的生物啊，我们最好一起把他们带回去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过去看一下。这不是三嫂吧？食蚁兽有掉落物吗？什么都没有。那好，我们再找一下这个卷尾猴吧。来看一下卷尾猴用什么驯服啊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也是香蕉。哦，可以用香蕉来驯服他们啊。那我们。